分手后搬新家第一天就哎，你就回来了、啊。小姐姐，哎，不，哎，哎，要叫我吗？啊啊，对，那个你好，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区垃圾站怎么走啊？啊，前面汽车那那个，能带我过去一下吗？啊，我有点不认识路啊。好，谢谢。稍微慢一点呗，我腿上有伤，我有点不方便。受伤了是吧？啊，对，受伤了。嗯、啊，行。我这刚来这小区，不认识道。那以后我们四邻居。是吗？是吗？嗯、啊，行。小心一点啊，不方便。哎，好，哎呦，我还第一次走这边的路，这啊，这是一个水池是吧？对对对，水池了，你小心一点，别掉。行行，你也小心一点，慢点。行，我没事，你走吧，你往前走去。那个垃圾桶就在这边，超级方便。哇，真长。啊啊，在哪儿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啊，在这儿，行。那好，那我先过去扔垃圾，谢谢啊。嗯、哦，好，行，拜拜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还在那儿呢。我扔完了。快。啊，是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等车呢，我要待会儿要出去。等车，这小区里能进车呀？对，能进，这挺方便的，直接。这么方便呢？我那个打车就直接往、嗯、也定位到这儿就行，是吗？是的，定位在这边。超市吗？啊，行行行行行，那挺好。我第一次来这边住，我还有点不熟悉。没事，下次我们是邻居了，是不是可以？对，出去玩。我看你从那边来的嘛，然后咱俩家挨着。对，我就住那一栋。啊，行行行，嗯、那太好了。嗯、那个我，你这今天确实有点冷哈、啊，宁波现在。我看你这貂皮在冬天叫貂皮都穿上了。嗯，是你这还挺好看的。嗯，嗯，我这车马上就到了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先走吧。嗯，好的。行，那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哎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。